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 Goh， 今天我来到元朗帮一位客户拍一间珀丽豪园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位于元朗公园南路的珀丽豪园在1997年入伙，物业总共有5座，提供350个单位，屋苑自设会所，设施齐备，当中包括有这个儿童游乐场、悠闲阅读室、室外网球场、当然不少得就是室外的游泳池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单位就是三座医室，实用面积是有590尺，一入门口经过小小的玄关位就到了我们饭客厅的位置。单位间隔饭客厅分明，很清晰地看到这个是客厅，另外一边就是饭厅。客厅的窗就是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望到的就是自己屋苑的内园和附近的学校院楼景。饭厅那里就摆了张圆形的餐台，单位就是属于原装间隔两房一厕。现在我们就是先望一望主人房，主人房都有两边窗的，采光度极高，而景观方面就是望返自己屋苑内园的泳池和对面御景园的院楼景。主人房的面积都相当阔落的，而且是有一个大型的衣柜位位置。客房依家就是做了工作室，浴室有窗，保养得不错，而且有大量的储物空间，保留翻是用浴缸。厨房面积比例不错，而且重新装修过，做了很多的橱柜，同埋提供基本的煮食炉具同埋厨房电器。屋苑附近就有这个元朗公园，占地 7.5 公顷，当中就有这个足球场和其他休憩的设施。屋苑附近都很多学校的，除了有元朗公立中学之外，还有其他名牌学府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有机会的话再介绍其他区份的楼盘给大家。多谢收看，拜拜。